鬼跪拜，才是我们想要的未来。老天爷，我这里真的是救人如救火，我透过社交媒体所能看到的后果是超狗血的黑色幽默。他们对你口诛笔伐，就算从没见过你，利用互联网的记忆，随时都能陷了你。别差新人危机了，这新人早已见了底，利用你赚一笔，说是为了他的 family。罗斯塔的 rock 飞了，索罗斯说是谁跟谁冷战，从美利坚到俄罗斯，对着这说敌人的实在不关我的事，那战火。饥荒瘟疫还要循环多少次，我早已听不进他们热情洋溢的冷笑话，我听到失踪人口所在的村落有人叫骂，让局部能闹大就再也没人提到他们，你能得到拯救吗？我能等到吗？才是我们想要的未来。